三种啊，咒陀罗尼啊，咒称之为陀罗尼，也是总持法门啊。又咒陀罗尼有五种名，据《密藏经》，这是密宗的经典啊，它有五个名。第一个名叫陀罗尼，第二个名叫明，第三个叫咒，第四个叫密语，第五个叫真言啊。这五个名词是一个意思啊，不是五个意思啊，通通都可以称啊。说陀罗尼者，陀罗尼从哪来的？佛放光时，光中所说，是故陀罗尼与名其意不一。佛放光，光中啊现佛现菩萨啊，佛菩萨了说法，啊，说的这些法我们不懂，只传音不传意。你一去念这个咒，决定有好处。好处在哪里？好处叫你得三昧。啊，咒没有意思，你就没有念头了，你就不能想它了。啊，念这个咒呢，是把你所有的妄想杂念都放下，就集中在这个念头。啊，实际上这咒还是有意思，密语不传。啊，那像我们这些人，你要不传，我就不相信，我就不学。密咒啊，真的有无量意啊，不可思议啊。